新任命的工作让他倍感压力，以后还请多多指教。你就给我老实的在里面待着吧。为什么呀？让你长长记性。为抓住男友，他处心积虑。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和段涛结婚。更何况你这怀孕还是假的。新的挑战他将如何克服？野鸡就是野鸡，再怎么打扮也成不了凤。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十集连续剧《加油吧乔麦》第五集。你不想让我在这待？我一个人习惯了吗？这下子没一个好东西。原来你就是那负心汉。你妈是觉得害死了乔麦他爸，所以才收养他的。你这混小子，别人的女朋友你也能碰？我才是你儿子的正牌女友。怎么退车的？对不起啊，对不起。丫头，你能原谅我吗？你找的那个医生靠谱吗？你放心，是怀孕了，我以后会试着接受你。哎，救命！快出来，小曼，着火了！主管，你真牛，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啊！需要这个，看我不拆穿他。哎，美和，算了，我觉得不能是180,000，应该是800,000。他给你的工作态度是差评，不录用你了。有样东西，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您看到了吧，夏总，这救火的是乔麦，不是那个黄主管。这样吧，李叔，黄主管的事情就交给你处理，小范围知道就好。好，我就去。乔麦怎么办呀？我可是看到公告栏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救火者工资翻倍，官升一级，额外还有20,000块钱的奖励。夏总，您说话不会不算数吧？东西都收拾完了。这下你满意了吧？你走错方向了。什么？去3楼的女装部报道，该走那边。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一直想做店员吗？我给你这个机会，试用期3个月，干得不好，你自己知道会怎样。谢谢，我一定好好干。哦，这个还给你。我的表，哎呀，我找到我的表了。你怎么找到的呀？就在桌子下面。谢谢你，夏总，谢谢。不好意思啊。哎，夏总，对不起，前几天我的态度也不太好。那天你在医院，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和他们之间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我和他们之间没……你不用再说了，那是你的事儿。各位，我宣布个事情。这是刚从仓库调上来的新人，叫乔麦，你们以后就是同事了。老员工呢，多带一下新人，让他熟悉这里的工作环境。您放心吧，主管，既然是夏总介绍过来的人呢，那自然是有他的用意的。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那你们就认识一下吧。请问我要做点什么呀？主管不是让你看着吗？可
是我想多练习练习，好上手。橱窗脏了，你去擦一下。哎，这地也不干净，扫一下。哦，还有那些衣服，整理一下啊。啊，行。好的。哎，他就是那个把咱们前任店长踢到楼下卖场的那个扫把星啊。可不是吗？挨一个克一个。这不是仓库的主管，听说啊触了他的眉头，现在啊都被调到外地去了。哼，可不能让他在咱们的地方撒野。哼，看我怎么收拾他。乔麦，主管要你过去一趟，说有事找你。下次光临。我们过去看看吧。看，多亮亮他，他那么嚣张，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能出什么事儿啊？让他多遭点罪，他就老实了。乔麦，乔麦，谁啊？是小文吗？是我，你赶紧出来吧。要我出去也行，除非主管出面当面解决，其他免谈。我好心来救你，你倒是一点也不顾全我，到时候主管来了，我不也跟着遭殃吗？我不是针对你，小文，我知道你关心我。等主管来了，我自然会向他解释清楚的。我不过就是想要一个公道。好，你耍脾气，你有个性，我不管你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活该被整。哎，站了一天的累，差不多了，我们过去看看吧。这么一遭下来啊，我觉得他也该老实了。我看玄，乔麦啊，还挺俊。那不是你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吗？我看他呀，就得治一治。哎，时间到了，走吧。这锁怎么回事？他反锁了。今天我就放过你了，你赶紧出来吧啊！我都说了，主管不来，我是不会出去的。切，你还给脸不要脸了你是吧？你们有本事把我关进来，就要有本事把我请出去。咋办啊？他要真在这里边关一晚上，明天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要不我们就跟主管说说，主管还会关照我们。真出事。
事儿了，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哎，留到你。真够可以，你们三个，这出了什么馊主意？万一城门有什么闪失，谁负责？夏总。夏总。你们几个那么着急，干嘛去啊？没什么。我刚刚听你们说，乔麦怎么了？你们几个说。是这样的，这乔麦不是刚来嘛，然后也不大会处事儿，我们就想把他关到地下室里，叫他反省反省。没想到把他关进去，他还不出来了，还说什么主管不来，他就不出来了。哦，你们几个合起伙来欺负人家，结果反被人将了一军，感情现在是来搬救兵了。哎，夏总，这都一天了，乔麦还没吃饭呢，咱们要不赶紧……现在知道着急了啊！出这馊主意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出呢？好吧，我跟你们去会会这位烈女。带路啊！乔麦。乔麦，你快出来吧，一天没吃东西了，别饿坏了。主管来了吗？我来了，行吗？哎呦，怎么了？我的腿，现在不小心崴了一下。你就作吧，怎么，我都来了还不出来？开门吧。看不出来啊，你还是真有点血性。说吧，今天这事儿你想怎么处置？我……你叫主管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夏总，我们错了，您就原谅我们吧。夏总，他们这次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个教训够深刻，饶他们一次吧。你说呢，乔麦？我要求他们向我道歉。然后呢？没有了。就这样就完了，不需要处罚。不需要。其实我刚刚到工作岗位上，有很多东西还不太懂，工作上难免会给各位前辈添麻烦。他们对我有想法也是正常的，加上之前的一些误会，我想他们对我才会有所误解。如果因为今天，因为我而惩罚了他们，我想以后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这并不算什么真本事。我想有一天，通过自己的努力，消除大家对我的误解，而不是因为这样的方式。你呀，总有你的道理。好吧，就依你。散了。谢谢你啊，乔麦，给你们添麻烦了。下了班就应该好好回家休息，养足精神，第二天继续上班。
的。拉我起来啊！水里多好啊，凉快，正好清醒清醒。你这个样子不正常多了吗？瞧瞧你刚刚要死不活的样子，让人看了就生气。你才要死不活呢！你刚刚那模样，就是颓废的表现。你知不知道你有很多事要做的，没时间浪费。我才不会被打倒呢，这点小事算什么？我还是个新人，不懂的地方还很多，以后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好说好说。啊，对了，这个是我老家产的蜜梨，拿给你们尝个鲜。拿着呀，这梨呀特别甜，真的。我先把这些梨分给其他别的同事，很快就回来啊。他还真一点也不记恨我们。这点小恩小惠啊，我才不在意呢。我也不会被他收买。还挺香。哎，啊，李叔。哎，小麦，我这有梨，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可甜了。是吗？哟，这梨还真的不错啊！谢谢了。不客气。只可惜啊，最需要吃梨的不是我。咱夏总啊，嗓子发炎，什么也都吃不下，就连说话都困了。都难受一上午了。我老家是产梨的，每年秋天都会拿梨、川贝、冰糖熬在一起，做成这种秋梨糕。你把它吃了吧，尽快把嗓子能治好。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出去了。简约风格，你看你这套衣服总共搭了五种颜色，还有你这花项链，你要搭这花项链，你就别搭这黄围巾了，这也太……哎，还有你那帽子，哪儿来的呀？啊，你是想把模特整成暖壶塞子吧？这搭配衣服呀是门学问。你要想把这身衣服搭好啊，这围巾你就不能要，这帽子呢你就更不能要了，还有啊，这裙子快点脱掉。你看，这样看是不是就好看多了？果然是顺眼多了。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就来问我。果然是吃了人的嘴软，平时可没见你这么好说的。你还不是啊。你不是一样的帮助一个枕救灰姑娘。对，这个呢是我们活动的主题。我们这是一档真人选秀节目，我们可以通过寻找一些朴实无华甚至可以说是毫不起眼的姑娘当做改造对象，对她们的发型啊、服装啊，包括一些饰品进行改造，
让他们一点一点的去变化，在他们变得美丽自信的同时呢，也增加了贵公司的曝光率和美誉度。人选嘛，我们可以进行海选，也可以进行推荐。什么？让我上节目？是啊，夏总直接下的命令。我不行，我不行，我真不行。原来在你心里自己是那么上不了台面啊，夏总。我连平时照相都紧张，你更别提上电视了。我跟你说，这件事关系到公司的荣誉，容不得你打退堂鼓。我，可是我真不行，我。难道你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吗？你的胆量呢？哪儿去了？是，他也许跟你平时所熟悉的自己不一样，但你就不想看到更多可能的自己吗？人不是只有一种活法，为什么不给自己机会？我真的可以吗？试试，不就知道了。对了，还有你大伯那一家，加上孙子孙女，一共有七八号人吧，写上，赶紧写上。对了，阿姨，你打算请乔麦吗？还是不要通知他了吧。哪有哥哥结婚妹妹不来的道理啊？他心里面有结，他不会来的。行了行了，这事儿明天再说，看看还有谁，千万别落下了。哎，怎么了？阿姨。哎，最近老是这样。不行，明天必须去医院检查一下。不行，最近太忙了。等你们婚礼过后吧。唉，人老喽，不中用喽，你们也早点休息吧。我扶您。阿姨，你早点休息啊。妈，怎么样，头还疼吗？不疼了。妈，我给你热了一杯牛奶，喝点吧。你说，你跟子怡结婚，我叫丫头过来，是对还是不对啊？我们一家人在，是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不叫她来，怕是说不过去吧。但是。我把丫头叫过来，新娘又不是她，这不是让她更伤心吗？算了，还是不要叫她过来。妈，你想通了？你跟子怡说，叫她不要再管这事儿了。嗯，知道了。请稍等一下，负责人马上就到。你好，我是您的婚礼策划师曲美涵。你结婚啊？世界真是小啊，我的婚礼策划师竟然是你，有意思。不好意思，从现在开始不是。为什么呀？说说你的理由。
我朋友跟他有过节。我们公司本来人手就不够，你也知道现在是结婚的旺季，这个事情必须亲力亲为。出去吧，出去，去干活，加油。喂，我已经到婚礼策划公司了，哎，你赶紧过来，很多细节需要我们俩一起商量。哎，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吧？等会儿，什么事儿？参赛选手到了。哦，那个真人秀的选手到了，我谈两句过来，争取早点到吧。行，等你来哦。在哪儿？二号花中间。走吧。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说我的案子你不负责了吗？你觉得我负责你的案子合适吗？合适，当然合适。我觉得啊，你是最佳人选。你就不怕我在你的婚礼上给你捅什么娄子，让你颜面尽失？我劝你还是给于总说，让他换一个人得了。不会，我相信啊，你是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的。行了，咱不浪费时间了，直接进入主题吧。坐。乔麦，怎么会是你？你参加这个真人秀了？嗯，对啊。但是你……哦，这个节目是我们公司负责的，我是节目导演。哎，乔麦，乔麦，丫头，你别这样。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亲人一样，你不用像躲怪物一样躲着我。难道我会吃了你啊？在这儿遇到你，我挺开心的。以后能经常见到你，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我不想参加这个的。为什么？不是挺好的吗？我还是不参加了，我本来就不合适。丫头，乔曼。你怎么在这儿？我还在化妆间找你呢。跟我走，一大群人在等你。来，陈小姐，您看一下吧。你喜欢什么风格？香槟塔太俗气了，换成烛台。不好意思，能稍等一下吗？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能不能给我一分钟时间？谢谢。你怎么了？夏总，我真的做不来，我连平时拍照都紧张，你更是了。我真不行。我觉得你行的。你都不了解我，你怎么知道我行啊？我知道你为什么想退出。我们先抛开公司的荣誉不说，但是你呢？难道你就不想看看改变以后的自己吗？这不仅仅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个机会。我希望看到你的成长。别犹豫了，你放心，我会陪着你的。你们继续吧，谢谢。
可以往后面再看一看。您再看看这本吧。不过这个需要您和您的先生一起来商量一下。您先生什么时候到啊？笑一点，哎，不要这么僵，来笑一点，哎，来来来一张哈，一二三走，啊，再来一张，一二三走。你那个书拿起来点，别当嘴，来下来，等一下，对，就这样，来别动，来一二三走，来一二三，再来一张。邓导，要不你看看这片儿。没法拍呀，这样拍宣传照可不行，这是选手的第一次亮相，直接影响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小杨，你过来一下，你去厨房拿点厨具过来，然后再拿点蔬菜。乔曼，你就像给我做饭一样，放松一点，不用管我。哎，就是这种感觉，对，没错。来，继续，别停。来来，对，来，一二三，对，好的，就这样，对，就这样。哎，好，再头偏一点，头偏一点，对，很好，就这样。来，哎，非常棒，非常棒。来啊，再来一张啊，来，一二三，走，来，可以换东西的，换东西，来，随便拿，来，对，哎，感觉好了，哎，对，就这个，来，哎，高一点，腿，哎，一二，段导，不错啊，你这方法挺灵的。当然，我知道他需要什么。对，很好，来，不要，哎，再自然点，再开心点，来，一二三，很好，太棒了，完美，美极了，来，换，来，可以，来，哎，对，漂亮，再高点，对，头，来，脚可以叉开点，脚，哎，对，很好，就这样啊，来，一二三，来，哎，很好啊，很漂亮，再来一张，可以，就这个，来。哎，高点，来，对，就这样，很好，来，一二三，走，来，再来一张，来，换一个。野鸡就是野鸡，再怎么打扮也成不了凤凰。这是干嘛呀？要不我拿个镜子给你照照你现在的表情。这个世界上的喷子那么多，你愁得过来吗？别管他，有我呢。我们继续吧。对不起啊，我们继续吧。来，继续，来，白菜抱怀里来。你拉我干嘛？心虚啊？我说你怎么不来呢？原来这有个狐狸精勾的你移不开眼啊！你说什么呢你？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乔麦来参加比赛，我担心他，我就在旁边耽误了一会儿。他拍摄有困难，你至于这么一上来就骂人吗？想不到这人看着老实。心却比天高，真是没有自知之明。乔曼是夏总钦定的选手，你不要胡说八道的。刚刚夏总就在旁边呢。是吗？真是没有看出来啊！一个乡下来的丫头竟然这么有手段，把堂堂的商场老总都给拿下了。我就知道她不单纯，从她当初跟我抢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得不到你就去勾引夏总。
真是够犯贱。陈子怡，你能不能不要把人说得这么不堪？你自己心里丑陋，你看到的人都是丑陋的吗？你说我丑，我这是实话实说。真是不可理喻。陈子怡，我告诉你，乔麦是我妹妹，你再这么说她，我对你不客气。好啊，你会后悔的。很好，来，再来一张，一二三，走你。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嗯，好的，谢谢老师。不客气。辛苦了，赶紧把衣服换了吧。嗯。哎，怎么了？嗯，没事，就是穿鞋穿的时间太长了。要是穿着不舒服，咱以后就不穿了。和他在一起这么久，还是头一次这么说我，还是为了那个土包子。你呀，真的太沉不住气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和段涛结婚。你以为你怀孕了就有万能钥匙免死金牌了？更何况你这怀孕还是假的。喂，你小声点儿。你既然知道小心了，和段涛吵架的时候你怎么不长点心啊？你现在和段涛，一没办婚礼，二没领结婚证，什么变数都有可能。现在正是你要紧张打起精神来的时候，小心黎明前的黑暗啊。所以，我还是得采取怀柔政策。不只是怀柔，你假孕这件事儿，只能帮得了你一时。最重要的，你要赶紧弄假成真。你还想什么呀？择日不如撞日。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吗？你先进来。这风景不错，怎么突然想到来这儿呢？你先坐下，坐下。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脑子一热就说那么多难听的话。哎，自从怀孕以后啊，整个人都不对劲了，老是莫名的发火。对不起啊，以后我会注意的。不，都是我不好。你怀孕这么辛苦，我不知道怎么关心你，我还冲你发火。嘘。别再说了，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啊，也没有什么怕的。谢谢你自己。傻瓜。差不多到齐了，都这个点了，你还在干嘛呀？我看人手不够，我过来帮忙。反正我后几个才出场。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不然来不及了。收到，收到，已经开始了，换衣服去，快点，快点。哦。大家都快点，快点，快点啊！走，愣着干什么？走啊！乔麦的宣传照片照得挺不错的，听说吸引了不少的人气，不知道他在现场表现到底如何。
谁干的？再等两个人，就是乔麦出场。乔麦，还没换好吗？快轮到你了。你怎么还穿这身衣服呢？这谁干的？混蛋！我马上叫人给你送一套过来。啊，不行，来不及了，我去跟总导演商量一下，把你换到最后上场。哎，算了吧，你这样的话会影响其他别的选手。那怎么办？总不能让你穿这身上场啊。我倒是有个想法，我想尝试一下。三名店员把乔麦关在仓库里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三、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救火的真相终于揭晓，由于曲美涵手机中那段意外拍摄下来的视频，证实了当时救火的是乔麦。夏至也看到了乔麦除了努力之外还有勇敢。得到晋升的乔麦在服装部的工作依然不顺利，由于大家对乔麦和夏总的误解，让乔麦遭遇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然而乔麦的善良和理智再次打动了夏至，加上夏至生病，乔麦的关心，这也让夏至对乔麦的感情正在慢慢的发生变化。事到如今，陈子怡假孕的事情张素芬和段涛一直不知道，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张素芬和段涛知道了陈子怡没有怀孕，那么段涛将会如何面对这一切？张素芬还能继续接受陈子怡吗？改造灰姑娘的真人秀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乔麦代表公司参赛是倍感压力，但令乔麦没想到的是，段涛是这档节目的导演。一直以来，段涛的女友陈子怡对乔麦是非常介意。乔麦、段涛、陈子怡，他们之间的纠葛还在上演。接下来有请乔麦登场。涛儿，快看，是丫头。很多人关注她，人气挺高的。我去睡了。楠楠，把你车上电脑拿来。有些人伤害你，是因为他们无知又愚蠢。不要跟眼界不一样的人争辩，用实力证明自己就好。乔麦要好好加油哦，给自己说一些打气的话吧。还说什么？退出吧。他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陈子怡，你真的太让我心疼了。不好了，咱们在化妆室门口摔倒了。我以公司的名义命令你，马上跟我走。我不能离开，这事儿是我负责的，一切损失我来承担。你等一下。发现那人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讨厌。